女人爱情里翻船是太正还是太笨？所以我追了大概三个月，他会介绍他是我的夫妻朋友太太，趁男生不在，他跟你讲坐到旁边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跟你讲，那谁谁谁有小孩，都是这种正妹哦。会遇到这些事情都奇怪，我都没有遇过呢。那可能你就美人姐太难骗了啊！什么美人姐都没有学会，学会求生就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三十三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